嗨，我是《二之花》的导演陈永琪，很高兴得知入围这一次台北电影节国际新导演竞赛单元，我觉得十分的有缘，因为我的第一支短片作品《凯西五号》，就是在2012年的台北电影节做世界首映，那这次是我的第一支长片，同时我也觉得十分的荣幸能够跟一群优秀的国际新导演们的作品，一起摆在同一个单元，在影展的场合让观众看到这样子。觉得十分的不容易，因为尤其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台湾还能有一个实体的电影节、实体的影展这样一个场合，让观众参加，让影人跟观众互动，觉得这是一个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啊。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太优秀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影展时间喽，拜拜。